是这个样子，你看身体在这边了，你再过来晃晃动，这就是很多人太极拳起势的时候，很多人太极拳起势，他不管是怎么起，他是这样的，他先开这个步，他先开这个步再走，是不是？那时候的身体的移动方式是这个。这个力，而不是这个力。你看，小当变成大当，开步是这样开的，开步是这样开的。好、啊，